请问总编辑，为什么你会说机油芯是谋杀引擎的最主要元凶呢？好，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我们把它改为机油芯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，可能会比较恰当。十个引擎技师会有十一个告诉你贵府替赛，这句话应该要稍微修正一下啊、哦，应该是磨合起的金属粉末，引擎本体铝合金，活塞铝合金，连杆铝合金，大小波斯铜合金啊、哦，所以它绝对不是替赛，它是金属粉末。那当这个引擎经过磨合起之后，机油供应充足，怎么会有金属粉末？会有金属粉末产生，就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油底壳的这个机油入油口阻塞住，第一个；第二个，你的机油泵补挂掉了；第三个，就是机油蕊过滤的太干净，过滤的效果跟流量是成反比啊。过滤效果最好的那个东西叫做逆渗透，从脏水到可以生吃，造水要一个钟头。你的引擎可以经得起这样子的等一个小时吗？答案是不可能啊、哦。所以机油芯只有在磨合起的时候会产生作用，过了磨合起之后，机油芯啊、哦，要做什么用？这是某 T 牌原厂的机油芯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发泡的，嗯，它号称可以一万公里保养一次。啊、哦！最后只剩下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留着这个保的部分，全部混在机油里头，变成油泥了。嗯，卤煮啊，都已经你要求过了，要够了，还有人给你用这种东西来作为机油过滤器。好、哦，这个小绵羊的机油芯，这个是我们风之友的机油芯，那再跟这个下去做比较，啊、哦，谁会造成油泥？啊、哦？答案很清楚了吧？这个是绿植的机油芯，这个是发泡的机油芯，原厂发泡机油芯，纤维是造成油泥的原因，而油泥是造成引擎无力的原因。机油芯所造成的油泥是谋杀引擎的原因，有点绕口令哦。这样子是不是答案非常的明确的 ？OK，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下个礼拜同时间继续收听收看，谢谢各位。等，我现在比较不会紧张。怎么不会紧张？更紧张哦！就不要理他这样，他不会那个。哎呀，你听我无？